现在要求选手二七全出。欢迎大家来到松柏集团朱悦城乔氏杯2021朱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男女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双败96-781-12组第5场1-4组第7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魏斯。运动员沈申毅、张春荣，2号台裁判员张美璇，运动员王昱珩、罗俊杰，3号台裁判员陈超翔，运动员寇内奇、陆瑶。张欣欣，运动员赵元昊、戴尔丹，5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李克、李海松，6号台裁判员王飞，运动员秦超、包志超。7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张磊、赵启明，8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刘凡、孙宏瑞，9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吴昊。尹红星，10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刘坤、刘颖，15号台裁判员杜怀玉，运动员陈海成、樊志松，12号台裁判员王瑶瑶。运动员于海涛、陈文，13号台裁判员傅真轩，运动员刘武官、樊朗彤，15号台裁判员徐子言，运动员刘俊言、帕鲁克艾尔肯。运动员李宁、陈哲，现在已经开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